姐今天有来参观，因为她很喜欢莲花，可以让她看莲花，她在里面参观。真的，等她莲花完以后，我们继续拍一下安姐参观的东西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拍豆花茶。因为雅安姐她是有蓝嘛，台湾什么蓝最美，陈雅蓝，好不好 ？Q 一下什么平面设计的图哥。没有看出来，完全不要这样啦！是我的错，太花面，太扁了，这样这样这样出声不出声，不出声真的是碎念，碎碎念，你看长官就送你爱碎碎念吧。